又过了一夜，思念的疑问并没有解决，我又忽然想过了一夜，情感的东西是否需要感觉？也许我不知道，我是真不明了，人对情感的渴求是否那么重要？也许我不知道，你那最好让我情牵忘也忘不了。也许我不知道，你真的那么好，我的思念你又明了多少。我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又过了一夜，思念的疑问并没有解决，我又忽然想过了一夜，情感的东西是否需要感觉？也许我不知道，我是真不明了，人对情感的渴求是否那么重要？忘也忘不了，也许我不知道，你真的那么好，我的思念你又明了多少。有明了多少？